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长那么大高个儿干什么，你说说。谢谢。太高了，已经十点多了还没有人走吗？济南的朋友真是太热情了，谢谢，我也爱你们，我也爱你们。我现在我不知道我酒店在哪儿，我要知道我就告诉你们了。啊，对，他还没去酒店呢。晚上咱们一起 happy 啊。嗯。太喊了吧，都热了哈。嗯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唱一回。啊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。您这爱唱。嗯，特别尤其是歌，爱唱歌。我对歌曲呢有一些个研究，有一些了解。是啊，孙老师也是。我一般比较喜欢听音乐。对，这样吧，孙老师怎么样，我唱一首歌让你猜好不好？猜什么呀？什么歌曲，谁唱的？歌曲名啊？有一些难度哦。没有难度，太简单了。简单。对对对。好，您这唱的歌我都会，是不是？听这个啊。您来来，不就是歌曲名吗？当你老了，头一句就歌曲名，听见了？头发白了，别唱了，知道了。嘿，睡意昏沉。我知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什么歌？可怎么了你？您唱第一句我就拦着你啊！什么歌？这第一句就唱了啊！当你老了，当你老了，哎，这还不错啊！是，再给你换一个，听这个啊！一般这歌那第一句都是名字，没那个，哎，真的，你听，都难演，都难演，第一句的都是名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女孩的心思男，哎呦，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，不明白，哎呦，你是不是要瘫呀？这是中风的前兆怎么的？什么歌？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好。第一句，我给你唱一个新歌，你就不知道了。还新歌还？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就这名字。小船儿推开波浪。有这歌时候还没你呢。这歌岁数比你都大，知道吗？雾里看花。雾里看花。第一句就名儿，就笨死。再回首。再回首。人家送分题，这都叫阿莲阿莲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？你才有毛病呢你！你听这个，全是第一句嘛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来看你，对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这第一句嘛都是这个。甭去甭问我，全会。不是第一句的第二句准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别的歌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名怎么这么长啊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。这句、啊。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。有天会感动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。你把那个第一句再唱一遍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、啊、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就别逃避，
给了他的心能够要得回。你们谁唱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哎，过火，你是你这有病吗？这不是对吗？过火不对，这是张信哲的一首歌。对，张信哲是我的偶像，童年的偶像。哎呦，你现在也是我的偶像。是，说实话我非常的有幸能够跟张信哲一起同台唱过一首歌，合作过，叫别怕我伤心。嗯，但是过火这首歌我看出了张信哲的人品。人品怎么了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哲哥你这样不对。人怎么不对了？不像一个男人。用你说，歌词里头有。歌词里怎么了？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流言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我做不到啊，各位。那是我的燕子。哎呀，燕子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？你瞧这模样，人说是那个人吗？那词儿不是他，知道吗？不是他吗？不是他啊。好，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唱什么？我特别喜欢的。嗯。稍等，稍等，我跟你我跟你们说什么了？嗯。稍等。我演出还没有结束呢，远远没有结束。特别，我特别喜欢那首歌《橄榄菜》，唱给大家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哦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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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橄榄菜吗？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唱个。橄榄核不好吗？橄榄核，橄榄核，什么橄榄核啊？橄榄树。对，橄榄树。齐豫演唱的。哎，对对对，齐豫是齐秦的姐姐。没错，齐秦的歌也很多啊。嗯，大约在冬季。是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那是大约在东北，那是大约在东北。好家伙，齐豫，齐豫特别的好听。橄榄树哈，词是三毛写的，特别的棒。啊、哦，三毛写的，三毛他也流浪过，嗯，然后后来不是那个，不是一个，还从过军呢，还不是三毛流浪记吗？不是那，不是那，哦，写词那三毛，写词写过书，哎，撒哈拉呀，什么跟荷西的爱情，对，三毛，三毛，特别好听，橄榄树哈，嗯，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听，真的，我不是，我一听这个旋律，我一听这个词，我就醉。陶醉，你呀、啊，唱完再陶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的很陶醉。您唱完整了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、哎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再来一遍，不要问我太阳。我会告诉你很多。橄榄树，哎呀，好听好听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真的太好听了。哎，您告诉我，这里哪句有橄榄树啊？啊，唱错、哦、你对得起三毛吗？你唱错了，唱错了，这是杨钰莹啊。对，唱成玉莹了、啊、还玉莹了还你。不要啊，对，不要问我、对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改毛阿敏了，词儿不对，不要问从哪儿来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调不对，不是你会不会啊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
改德华了。你不要再问我了好吗？谁问你了？你不要再问我了。不是你会不会啊？阿莲啊，什么阿莲的？你是否？哎，行行了吧，这么简单一句你不会啊你？怎么？你听着听着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这么简单，你这唱串了，你怎么的？多简单着。你这演员，我这。这没法说，来来，唱，你着什么急回去呢？你们这别起哄啊！我这关系就是你们挑拨的，我告诉你。别，月乐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您唱的好，您唱的好，您。活寡妇，你看了吗？别起哄了，行不行？这本来这就小心眼儿，这就。哎，别打！月轮，放空自己，排除一切杂念啊！你唱的好啊，是不是？您来。不，你瞧事不嫌事大。我理解张信哲了，现在柳岩来了，我也装作无动于衷，真的。哎，你唱的好，你一张嘴就比我强，真的。你可能当天鬼打墙忘了。不要问我太。不要。为什么你来。你来。我再唱我孙子吧。我错了，行吗？谁有加特林？弄死我了！快，你要自杀是怎么？听他唱，他一唱比我强多了，是不是？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退你们票，行吗？哎。你高什么兴啊？你美什么呀？哎，就是票都退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？岳云鹏专场也没写我名字，别起哄啊！那位都疯了，退多少钱呀？一分钱不退，怪不得你买那么远的票呢，哈。你以为能多退点的还是真的没有钱哈，理解你，理解你，别的还有支大金的，还得放心，你以后也不会有钱的啊。你二十年后，香港回归四十周年你再来啊，你还这样，还这样，你还会这样喊，什么时候退钱呀？哇，济南的朋友太真的太别起哄啊。我来了，我唱了啊。让他唱，他唱，他唱的好听，确实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
的故乡在远方。不是河南吗？是我还是他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河南。这不一样吗？多好听啊！这为什么流浪？逃荒吧，可能是。哎！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了，不会用吧？给我，我教你怎么用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用。来，我教你。我错了。来，来，好好唱，唱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。远方，是这词儿吗？河南，治不了你了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呀？没钱。流浪远方，流浪，这不挺好吗？为了山间清澈的小溪。我已经跑调了。啊、哦，那行。我那走火可能一会儿会吓我一跳。那是，还想听什么？成都啊，还有什么？女儿情，我天哪！送情郎，好，送情郎，最后再唱。对。宋学良一唱，我就彻底下班喽。女儿情吧，好吗？什么？女儿情，你把那个收起来，好吗？行，我先收起来啊。咱们有个电视节目叫《歌手》，啊、我跟李健健哥唱了一首歌叫《唐僧抒怀》是吧？唐僧抒怀和女儿情的一个结合。路过女儿国是吧？啊、嗯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当时还有很多这个流言蜚语。还有说，我牵手都不算，说我的歌声，然后就是彻底摧毁了这首歌，然后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但是我不往心里去。你都没羞没臊。对啊，你往心里去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已经唱了，女儿情，最早、头两句是我唱的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哦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是我唱完以后，李健说这两句我唱吧。为什么呀？就是这一巴掌给的特别恶心，知道吗？对、啊，这大嘴巴扇的，对，特别疼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再唱一遍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我觉得唱的还不错呀。嗯、李健说不行，歌词是满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蝶双飞呀、啊。你唱的是鸳鸯双栖蝶双飞。还是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愿望，但是不好实现。嗯，后来就改成他唱了啊，是唱的好听与不好听，各位担待着听，我给大家唱几句啊。好。
鸳鸯双栖蝶双飞，你好好笑行不行？你是不是有画面了？蝶双飞，那有什么画面的呢？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。然后就是李健唱那个唐僧书怀，他唱唐僧书怀的时候，李健唱歌有个问题，有个习惯就是手总是画圈儿，书怀嘛。我对他不太了解啊，嗯，我以为他手递过来要牵我的手呢。你看看，虽然我正当少年，正当少年，哎，手就递过来，我一看那就牵吧。你好。虽然我手又收回去了，那特别的尴尬。哎呀，特别尴尬。不过已经过去了，我不往心里去。啊，那是啊，人家没往心里去。还想听什么？嗯，天竺少女。天竺少年。我是一个爷们儿，让我唱一个爷们儿的歌好不好？成都。成都。我在济南唱成都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合适吗？改改地名能唱。我把歌词改成济南好不好？那里边那春熙那乱七八糟那个呢？玉林路啊。玉林路改成改芙蓉路。芙蓉街。芙蓉街啊。好。趵突泉也行，其实。什么路？泉城路。泉城路啊。哦，泉城哦，泉水的泉，泉城路。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雨露还要走多久？你牵着我的手。让我，你黑什么？刚睡醒是怎么着呢？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，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济南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泉城路街头走一走啊。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小酒馆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，那就不要留。这串了串了串了，不是这歌啊，我也是瞎唱。对，能唱对了就不错了。五环之歌唱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好吗？等半天了哈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
你比五环多两环，特别的壮观。当我五环之歌唱起的时候，台底下所有的手机都面对着我，都录像呢，特别的壮观。再来一遍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把你手机的闪光灯打开啊，都打开。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，虽然是相声，我们找哇哇哇哇，我们找到了演唱会的感觉啊。对，要跟张学友比一比。好，昨天是张学友的演唱会，今天我们岳云鹏。好，第三排那个大哥，请把手机放下啊。怎么着？他拿的是诺基亚。有就不错了，就别挑了。没有闪光灯就算了啊。哎对，别好，别强求自己。啊！五环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大家没有激情。怎么呢？我听到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这不是一个要脸的年代。哎呦呦，不能要脸了。是啊，而且刚才我也起高了。起高了。咱们降一个调门一起唱啊，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。什么叫嗨嗨皮皮啊？这是我的网店的名字。没人问你。这淘宝店的名字啊。卖辣酱。卖辣酱，还有鸭货啊。好。对，老姨夫这是。啊。要脸是不是大哥？我头还要脸。五环，三楼的朋友，雨有一天，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你们太让我感动了，真的。好家伙了！我没有想到，你看楼上那么高还有人呢，那么高那么高还有人，真的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，没有钱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坐那么远，你能看见什么？就好像台上是不是俩蛐蛐儿？我楼上可不少人呢。就是啊，看得见吗？好心疼你们，突然间心好疼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排那大哥刚才就没有张嘴唱，这么要脸吗你？对呀、啊，那手一直搂着那姑娘干嘛？你把手给我撒开啊！臭流氓！臭不要脸！影响我。再来一遍啊！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怎么办？你比五环，坐回去。我只是一名小小的相声演员，我何德何能，能让这么多朋友们喜欢相声？我非常的感动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，而且我没有想到这次来济南演出，这个场馆那么大。谢谢，既然朋友们这么卖力气，这么给力，青藏高原我唱一唱。啊！是谁带来？是我。您冷静一下行吗？怎么了？您这兴奋有点过头了。我很开心。我知道你开心。我很兴奋。呦呦呦，行，瞧出来了。但是青藏高原最后一句高八度，你唱得上去吗？你放心，
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哦，这死半道了，这是。是谁带来远方？是谁留下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哦，画地盘呢，一座座，哎呦，又来了，长脸亚麻得，哎呦呦呦，什么词儿啊？亚麻得呀，亚麻得，哦，哎哎，哎。接新戏了吧？唱错了，唱错了。亚麻索，哎，亚麻索也不对，亚拉索。亚拉索，你唱上去吗？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哎，一起唱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让孙悦来一个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嗯，刚才呢都是起哄，我也知道大家的心情。德云社的相声很少来到济南，是几乎是一年一次。嗯，我们来一次，大伙儿非常开心，非常的兴奋。大伙儿在台底下怎么起哄，怎么开心，我们都是开心的，都是激动的。是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这叫翻场。对，刚才主持人跟我说10:45，我们演出时间是有规定的，7:30开始。不到10:30就应该结束，没错，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间，其实10:00就应该结束了，但是我跟演出商说，现在是8:00哈，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？每次我都会跟演出商说，我说我们能争取延迟就争取延迟，因为我们来这时间少。说实话，嗯，我这个人比较内向。他说的是台下，台底下比较内向。嗯，我媳妇说我一句话，说你开心的点只能到这儿。一般人特别，一般人开心的时候点是到这儿，我只能到这儿。我开心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。说实话，现在我已经成了大明星，特别红了。哎呦呦呦！您这点都到这儿来。说实话，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个小小的名气，你应该开心啊，应该高兴。嗯，我就是开心不起来，我就是不开心。是啊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怎么不开心的这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哦，为什么？请等我说完这些话，几位，三个女人，一个男人，回来。这个男人，回来。仨女人一个男人，你要干什么？请仨保姆。分我一个。想多了。我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个抑郁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嗯。我总是找不到原因。是啊。让我开心的，说实话。让我开心的有两点，就是我的家人、孩子和父母，再有开心的就是在舞台上，我看见观众朋友们的笑声和掌声，这是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，就是人来疯，特别开心的事情，真的是个人来疯。
台底下我师父于老师烧饼啊孙老师他们这一帮人在一个屋子里聊天，在角落里一句话没有的那个人一定是我。对，他放风我们干嘛呢，一定是我。嗯，我也插不上话，台底下我也不会杂话，我也不会聊天，他不爱聊天，内向，真的是一个内向的 boy。 什么内向的小男孩？你不是内向的事儿了。嗯，说什么都可以啊，反正今天我是特别的开心。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，小小的广告。又有广告？哎，那当然了，吃广告活着呢。嗯，12月29号，嘿，有一个电影要上映。是的，叫做《断片之断片险途夺宝》。没错，没有葛大爷，我杜淳，嗯，我们几个演的一个片子，还有孙老师的友情出演。嗯，希望各没有柳岩，没有柳岩啊，没有柳岩。嗯，我已经跟柳岩拍了两个戏了，《大闹天竺》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是，我们不能再组 CP 了。嗯嗯。台底也可以组啊，自由组合。您是内向吗？内向，内向啊。有点剧内吧，应该。接下来，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嗯。宋情郎最后再唱，最后最后了，一唱宋情郎就彻底结束了。下班了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欢乐喜剧人。最后一期的时候我跟贾玲唱了一首歌，哎，对，往事只能回味，没错，唱给大家，来吧，音乐起。
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。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所有人灯光不要动，请往上看，第三排，第三排请往上看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，组成了一个爱心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吗？那儿，还真是，真是，真是。灯的左下方。嗯。谢谢。还真是哎。谢谢，哇，我好爱你们。人家给巴拉巴拉小魔仙儿，还闪光呢。真的太开心了，太兴奋了。朋友们还想听什么？晚上喝点儿。晚上喝什么？我对喝酒没有兴趣。那您对什么有兴趣？对，好了，既然这么喜欢孙老师，孙老师唱一个好吗？我唱不了，别起哄啊！我能唱，我早唱了。你别跟那儿，哎哎哎哎，这上炕上惯了这。您来吧，我哪唱了？我这破锣嗓子来不了。我这唱一句半句的，我起个哄，真来不了。我争取我练练啊，我争取唱，明年唱吧。那是我吗？也祝你平安。对，你快平安了啊。最浪漫的事，唱给大家。最浪漫的事。好。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来回绕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彼此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就别唱，坐那儿。怎么又走啊？那么着急，除非你穿的那么显眼，你说。除非你们告诉我你们去干什么。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，这么早就走了。上厕所啊？三女的一男的一起去啊？走吧，有事赶紧走，走吧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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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拦不住你们。走啊，不是要走吗？走啊，不走了，不走不走，就好好待着啊。就是传销这意思，管不了你们了，还治不了你们了。上面的朋友，哟呵，最上面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？对，第三层有什么要求？尤其是三楼的朋友。让我上去啊，你花了多少钱就让我上去？你让人家说的，
属狗的逮谁咬谁呢？你瞧那几个姑娘来呀！一个女同志来呀，你这是，那白手起家的意思，你有点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啊！朋友们喜欢，就再给您说一个小故事。嗯，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，说点谁呢？孙悦的事儿吧。嗯，说别人不合适了。嗯，说我师父不合适。那是。于大爷也不合适。郭麒麟呀、啊。还郭麒麟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说不了。我跟郭麒麟现在正在闹矛盾。哎，都是这点权力闹的，都是因为上位嘛。嗯，闹了点矛盾。是，我说给他爹弄死。郭麒麟说他来，他说他给他爹毒死。你等会儿，我们这叫什么矛盾呢？这就是方法不统一，这叫不是我的意思是囊死。他非得说毒死，那是不同意。你先囊完再毒，怕他不死吗？不是。好了，说一个孙老师的故事。孙老师这个人呢，真的是一个有钱人。刚才说经常换房，那是瞎说。瞎说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，到不了。但特别有钱，几千万是有的。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说这干嘛？他说这人有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。我瞧我这模样。一般都是这样，孙老师不是买房了啊，没有买车。为什么呀？不喜欢开。啊，就不爱。上哪去就坐公交车，方便。买了一张公交卡。是。在这个公交卡里边充了30万。嗯，哎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就是有钱啊。你等会儿吧你。30万。啊。我雇个司机都够了。你不喜欢啊？啊，就喜欢坐公交车。对啊，就喜欢公交车的感觉。嗯。他的卡充了30万，他丢了，是托人办的学生卡。好，有60万里头，等于里头有60万。好家伙，能刷到你死，知道吗？那、哎、你看，那不能死，刷班还不能死了，这意思是？能死，随时能死。哎，不，死不了。他的卡呢也怕丢，是，就塞到自己的一分裤里边了。哦，一分。就上公交车，哎，大步流星往前走。别流星了，那肉噔噔噔噔。去，哪儿这么些形容词的玩意儿？您等会儿，我知道7分裤、9分裤，什么叫1分裤啊？1分裤。啊。1分裤就是内裤。内裤。对。哦，30万的卡塞在裤衩里。防盗的。哦哦，带防盗拉锁兜。带拉链。啊、哎，别比划了，行了。一般的防盗裤衩那拉链都在外头。啊，行了。他那个啊。在里头，我这在里头，对，我这怕什么丢了？这是，那敢问阁下有什么呀？就是穿反了，哎，嗯，就穿反了，嗯，上公交车，一上公交车发现一个情况，是刷卡机装的比较高。我也是下身短，你这怎么办？啊，你愣怼，怼不上，怼不准。你蹦起来怼，哟呵，你容易挂着。挂哪儿？哪儿有钩啊你？这怎么办？那胡来嘛这不？套卡吧。套卡？哎，别捂了，行了。好赖也是个演员嘛，对不对？演员就别讲了，你当公交车那么些人，这丢人。你看。嗯，他也难受的哈。那是，因为他也怕掏出别的来。哎，就掏出卡来，还能掏出什么来？怕掏出别的卡来。我这内裤塞多少卡呀？卡裤的吗？我这还能哄孩子呢。掏出卡来，嗯、刷卡，噔，塞回去了。还塞回去？怕丢啊？哎呦，丢人喽！常坐公交的朋友听得出来，是啊，他用的确实是学生卡。怎么呢？因为学生卡响声比较长。哦，老百姓的卡噔就完了。短。售票员听见了。听见了。得问他几句。询问我。这位同志。我呀。我看您30后的吧。我多大岁数了？怎么还有学生卡呀？发现了。哪个学校的您？哪有学校啊？老师。别瞎话。老师，我是北京市智障二中的。
你们家智障还有一中啊？哦，智障学校，对不起啊，小伙子，胡说带着吧，骗人，就站那儿吧，不理我了。朋友们，旁边有个座他都不敢坐，为什么？他怕一坐啊，把这个卡撅折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那么大的寸劲儿，卡一折容易把别的拉着，把裤衩刮漏了。对对对，就站着吧。是是是。就这会儿，他想放屁。我怎么这么毛病呢？你说放是不放？不能放。不放吧，太难受了。难受不能放。放了吧，公交车上那么些人呢。那不能放吗？最后经过很激烈、很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不放，不放。嗯，输给了放。那就是放赢了呗，放赢了，哎，放赢放赢吗？嗯，放吧。俗话说得好，怎么样？响屁不臭，是臭屁不响。哦，那天他放了一个特别不响的屁，那得多臭啊！放了5分钟，这嚯，5分钟放完他都瘦了。哎，对，我是屁撑的，我是。公交车里受得了吗？那怎么了？谁也看不见谁了。嚯，赶上雾霾了，就浓烟滚滚的。又行了行了，我自然了，这是都辣眼呢。就别说了，这会儿撒点淀粉，撒点淀粉就是屎啊，各位。可以了，这不利了就别说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受不了。其中有大姐，人家不愿意了。真有不乐意的，说他几句。说我，这位同志，干嘛咬着牙呀？不敢张嘴呀。哎呀。张嘴吃饱了，张着嘴一会儿呛死，你算自杀算他杀呀？不好说呀，到时候警察一验尸，这是屁杀，像话吗？哎，对，警察验对了。岳同志，哎呀，你疯了吧你？嗯，他还说呢。我说什么呢？大姐，啊，你能看得见我吗？哎，对，我就喜欢那烟雾里的感觉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敢放屁？你是人吗？你是啊，臭不要脸！哎呦，呸！哎呀，人家呸了一下，啐我一口，呸了一下，他不言语了。我怎么了？他还说句话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哟，大姐，您吃屁也吐胡啊？对，去你！谢谢，别的没什么，我憋着泡尿呢，你知道吗？一热就容易尿尿。嗯，刚才主持人说已经11点多了。11点多了。你们，哎呀，我都不了解，没有房子吗？都。要不咱今晚上谁也别走了。都睡这儿好不好？一起睡。怎么全是男的呀？怎么男的一个比一个兴奋啊？可有用武之地了。好，那位同志有什么话说吗？哎，你一直在举手是吗？待会儿一块睡哈。啊，旁边那个男人是谁啊？不用管是谁啊。嗯，什么？让我跟你走哈，你住哪儿？幸福大街啊，那你住几号院啊？去玩去，还嫌我们家不乱？好好别闹啊！那位女同志，头发挺长的那位女同志，哪儿呢？哦，那儿呢？你说，他问你的病好点了吗？他问我母亲的病好点了吗？哦，是母亲的病啊。后来你的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我妈妈的病好多了，没事了。已经没事了。老太太现在可开心了。她是因为高血压、糖尿病引起的，那天是头晕，天也热，肺部感染，对，导致的发烧，反正很多很多病。哎对。然后当时给我们吓坏了，后来上医院就各种检查，现在各种治疗，没事，已经没事了。放心吧，我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我还发了一篇微博，当时急诊嘛，一共5个并列的床都在那儿，我看到了很多故事，我就发了一篇微博，然后那篇微博还引起了很多的热议，有好几种热议哈，说医院要不要给笑脸啊，这那的，其实我觉得医生护士都特别的辛苦，
他们救死扶伤，他们为了每一个病人的病情，他们都在很用心的去工作，我觉得应该尊重他们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只是大家伙去讨论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想请我们其他的演职人员再跟大家见一个面，再见个面。怎么着？不行，再换一批好不好？没看上啊，再换一批，换一批。第一个，我的师弟张九龄，他也是刚认识的。王九龙，我的兄弟。李克东，我师弟。石爱东，我大爷。石老师，石大爷，石大爷。李根，叫李云天。哎，他师弟。谢金，我师爷。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啊。这是他师爷。我师爷，辈分最大的。提起他来可能不太熟悉，提起他的父亲来，大伙儿就了解了。谢天顺，相声名家。他辈儿大。嗯嗯。好。谢谢在座的各位，送情郎唱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，睡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谢谢。这世间很酷